联创科技集团1993年成立于深圳，是一家集家用电器、企业公共服务、实业投资为一体的现代综合型企业集团，也是一家专注于小家电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联创科技集团坚持以小家电产业为核心，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经过27年的创业发展，联创科技集团拥有联创电器实业、联创三金电器、联创电机、联顺物业等13家子公司和龙岗里朗、布吉罗岗、龙华清湖、东莞塘厦、惠州水口、龙岗平湖等六大产业基地。其中联创电器拥有全球最大的空调山电暖器生产制造基地，是环境电器领域深具研发创新实力的专业制造商和全球领先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创三金是全球最大的手持搅拌棒绞肉机、强力搅拌机产品出口商，已经成为国内厨房小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最早生产空调山产品的企业和全球最大的空调山产品研发生产基地，更是国内商务礼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联创科技集团以商务礼品为起点，1994年进入家电行业，2005年进入移动通讯行业。目前联创科技集团员工近5000人，拥有包括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联创科技园、布吉罗岗联创工业区、龙华清湖工业区、东莞塘厦联顺工业区等四大产业制造基地。其中南湾联创科技园被深圳市政府纳为深圳市现代家电产业聚集基地。联创科技集团在全国各地设有强大的营销网络，同时产品远销至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等近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部分国家还成为当地市场的主导品牌。2006年联创品牌价值评估为 23.65 亿元。多年来联创科技集团坚持自主创新，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80多项，自主开发的空调扇已经成为全球家电市场风向标。早在2006年，联创科技集团研发中心便被政府认定为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中心现有科技研发人员335人，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是珠三角经济圈中具有突出科研实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企业技术研发基地之一。目前联创科技集团已经全面掌握空调扇、电风扇、电暖器、热水器等家电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自我配套能力，拥有中国最大最完整的空调扇产业链和礼品产品群。作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之一，联创科技集团在过去16年实践中一直保持着健康、稳定、快速的增长，新世纪以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22%， 并获得了中国名牌、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广东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称号。2007年联创被深圳市政府首批认定为民营领军骨干企业。2008年联创家电城第一期工程占地10万平米，总建筑面积15万平米，总投资 3.6 亿元人民币，标志着全球最大的空调扇生产基地已完成。同年电热水器进驻鸟巢奥运台球馆。2009年被升级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收购了经营近8年的台资企业深圳协和春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联创万和电器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超卓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周边配套设备的企业。2012年正式成立深圳市千宝通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智能计量仪表制造，为城市水电气提供智能抄表系统和解决方案。